四条哈，双曲线，中心交点、冠轴端点，还有肱二头端点及间距哈。好，我们给它配方哈，就是说它如果没有那个交叉项，就是 SY 项的话，这一定可以配方。好，配方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抽出来，这是四倍的 S 加上2嘛，好，平方减掉9多少？好，就抽出来，全部18嘛，这是 Y 减1平方，好的29，然后我再多加的话，多加了4是16，我多减了一个9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样子的话就45嘛，对吧？哦，这是20啊，20，这个减这个20嘛，加16，36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我就知道哈，这就可以写成 S 加2平方了哈，4936减掉多少呢？4936，二的平方，然后再三的平方 ，y 减一的平方等于一。好，现在它求中心点嘛，中心点 O 啊哈，就 HK 嘛，负二 ，r 跟一啊，对吧？然后 A 等于多少 ？A 等于3嘛，所以哈，这 A 的话就等于。A 就等于那个加3，加3，这个加3，对吧？哦，因为它是这个方向的嘛，加3，是1啊。啊 ，A prime 呢，等于多少？减3嘛，负1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然后焦点呢？焦点因为这个 C 哈等于多少？因为这 B 等于多少呢 ？B 是等于2嘛。好，那 B 的话是在这个方向的，好，这个方向。所以 B 的话呢，就在 Y 方向加2，加2，负3，啊 Y 方向减2，哦，这是肱二轴方向减2，负2哈，负1啊，哦一减2负1嘛。好，啊再来那个 C。C 跟那个 A 是同一方向 ，S 方向。我这平方加这平方嘛，开根号。9加4，哦，这根号是3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根号是3，所以这题 F1 的话在 S 方向嘛，加根号是3，等于负2加根号是3嘛，一。F2 呢，在这个方向减根号是3，负2减根号是3，一啊，这样子。兄弟，好，大家都写完了。还有渐进方程式，渐进方程式就定这个等于0就可以了。等于0的话，所以得到什么呢？三分之 x 加2哈，减掉二分之 y 减一等于0。一个方程式啊，啊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三分之 x 加2减掉多少呢？加二分之 y 减一的等于零，啊，然后你经过整理，经过整理以后的话哈，再把它乘以6，再乘以6的话等于6x 哈，哎不对啊，乘以6的话是吧？二三得六，2x。2x 嘛哈，把 y 乘以6，减掉 3y， 那等于多少呢？因为这是乘以6嘛，乘以6要2 4 4啊减多少？就变成加啊，乘以6加3，啊移过去的话负7，或是加7也可以啊，加7可以，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我也把它乘以6。乘以6的话，
三二得六，二 x 哈，加三 y 嘛，好，啊乘以六，这是四，啊减三加一嘛，等于零嘛。